来了，TR 第三盘。哦，屌爆了！这里贴近点，师兄很辛苦，就容易骚扰。近点的话，农民伯伯敲来敲去，贴近点嘛，然后又低近点，也会这样子。师兄要跑来跑去，宿主内战就很久都没见过了。先看开局。一样的打法，小凯的区别呢？他后期选择小强，哎，不对，有个人是先放这个屠宰场，有个人是先放这个坟场，这他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里是先放 BC，这可以理解，但是先上坟场的话，我没看懂哦。难道有新玩法？啊，这也是左边是常规，右边不常规。哦，他想要先升这个红塔吗？他先放坟场的话，这通灵塔可以升得快一点。然后很就前就不用升冰塔了，这样子打后期就有一个冰红塔在家里防御，就会后期啊多样就多变一点，不是两个冰塔那样子，红塔很强的，就是这种特别的掩口还不高，就有点怎么了？我今天没抽奖，我最后一天我们不搞了，好不好？那个之前因为有一就是，对，我们回顾前面17天的抽奖就 OK 了。以后有机会在我微博会有一些定期的抽奖。那个本来我们想做了个魔兽的防御指环，不过一直还没有搞定。我过2个星期就要去打 WCA，等我回来之后再弄。到时候就有了个戒指，应该是可以戴在手上的。我们设计师弄的，而且你可以挂在这个胸口上面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还有什么用法自己去脑补吧。就手机啊什么的都可以用。现在还没有实物，我们在弄那个 3D 打印机。哎，你在逗我？怎么这个是冰塔？说好的红塔呢？死了！大哥，救命！哎呀！我要忍住不笑出来。哇，好亏哦，现在500钻。小凯本都升了，那就干脆把狗也拉过来，太没人性。这样子我反正就怎么玩呢？这个前期。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谁赚了。这他还补了一个大墓地。我们先看一下分矿的一个采集总量，这里1006，1003，差个2条狗的钱。然后小凯这里亏了很多木头，而且 DK 没血，因为他没木了，所以他是放一个大墓地来作为人口。
这样子他三本不怕屠龙，但是给的钱要多一点。很难说，我觉得500胜不算很亏。刚才前面是亏损很亏，会不会小凯那一波狗拖又不算理智？因为他其实大可以继续这样牵制500胜，就逼他拉狗来防守，要自己的科技领先，本来是多爽的一件事情。那现在他感觉正面有点被动，500胜如果 DK 到3级啊，他现在也不去说找小凯，他知道小凯的 DK 没血，他放心练，一个蜘蛛，一个 DK。骷髅棒就练74，练得很极限啊！我甚至他能不能练满我都有点怀疑，他也有点怀疑，所以他回去，而且家里又被照顾。小凯就不抓你 MF 去抓你家。同样的，就是剑圣没魔啊，没血啊，挂 DK 没魔没血，你都可以放心的练，最多就你自己练死，不会被人抓死。可以这样来理解，打内战也同样的道理。那小凯现在继续，他前面的练这个411，他把那个骷髅堆起来，然后丢去别人家里，就用150块的骷髅来换更多的钱。那500胜现在踩的钱就少了，大概有100多块，不止，可能977，977。这样对比的话，刚才少个500块，现在刚少了200，少个240左右，现在是少大概接近500，我看不清了，我的眼球不能同时看那两个单位，然后现在我整个人都脑残了，哎，400，400。对不起，你的宝物是咆哮卷轴，野兽卷轴。你们不，这个哎，怎么练不用管了，反正就这样吧。这里是狗残木，这里可以放一个 B 区，然后把这来压制了，像第一盘那样来打 B 区的。这里是来报仇的。哎，小凯很快亏方波 DK 一样是没血，买一瓶血亏150，要买吗亲？不买吗亲？你还是要买的亲。这边狗呢不拉出来，真的没问题。然后500胜的骷髅是分进去砍那个4帧了，然后蜘蛛加 DK 是刚才在控制，哎呦，死了一个，不过还有他6个不用怕。所以你们经常看那些很水的解说，就是明明没什么，但搞得好像很夸张的，就像我这样。哎，我这个死了就事情大啊！大哥救我！你有心有知道？哎，不如就就就救回来了。这边也没血。哇，哎，这里用蜘蛛屠龙了，真的成功了。虽然说三本快哈，不过这也会亏很多钱的。这不杀一个蜘蛛难解心头之恨。哎，DK 追不上去，里面还有骷髅在砍。现在顾的那个头顾不了那个，就比粤语来讲。骨多少？骨多过咩啊？哎，你记啊？不记得了？像粤语都忘记了，以后我不会讲话。人年纪越大越不会说话。看看那个钱呢，8170，嗯，他还是领先，其实。我把真的爽爆了。回他只是 DK 啊，哎，你出来了，不能回，走，有一发 C，还能救一个蜘蛛。哦，刚才是回头了一下，这还是得死。问题就是会不会死多一个？小凯没有上去卡位，啊，这个不能怪我，你说这主机不卡。A player's forces are under attack. 练74。等级落后，少了一个4帧，大明窟的4帧。哎，其实他可以补，他有这个基地。刚才为什么我们都不记得？是不是自己也被自己骗了？其实有一个基地可以补4帧，你不怕被屠龙的？怎么我们刚才都那么紧张呢？是不是我们应该反省一下呢？啊，其实他可以很不快的补这个4帧的。
不习惯，主要还是不习惯。那小强又来了。Players' forces are under attack. 哇，我如果这个重播分开两三天来放，会不会？看你那个，但我没有时间做视频的话，好像只能出此下策。我考虑一下，三个蜘蛛，三英雄加一辆车。怎么讲呢？这边呢、先练了双电可以买无敌，然后大魔法阵呢就先把另外一组七十四给拿了。哦，不过这七七龟没哦，大血瓶啊！这个练级上面，现在从目前来看，这好像又是小凯占优。哎，大血瓶给他吗？不给啊！果然不是亲生的，哎。死了，他可能好像也不在乎那个小强死活，他 DK 自己拿着那瓶血。哇，刚才那个鬼面飞起来霸气，这个抽了那些 buff， 凶得很。而且第一个鬼面飞起来的时候，蜘蛛还是没网，想怎么横行霸道就怎么横行霸道，拿到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可能小凯是。我们今年上半年到现在亡灵内战的一个突破口，就是他的思路和见解跟其他的亡灵不一样，而且可能有点克制无法正这种主流打法。这就有大血和非大血的区别，有了一瓶大血，这个点就是小凯，然后这个小强又重新走出来，效果就想要点死这个鬼面，不过可能自己还是点不死，火力不够。喂喂喂喂喂！吃了自己一个蜘蛛，你有必要吗？你吃了自己一个蜘蛛蛋，你。未必能杀别人一个蜘蛛，但你的蜘蛛肯定是死掉的。刚才没看错吧？他吃了一个蜘蛛吧？不过他吃着蜘蛛，他后面还是能压五十人口来补，他就当一个小魔兵那样。哇，你练级都抽啊！抽了那个毁灭，他也可能觉得，他要回魔的呀，练得快一点。他被抓，我把剩下在外面。哦，小凯这个强点好领先，打到了这个好榜，所以小强能扛，又能加血，又能加魔。女妖，完了，这个可能是上一盘，哦，埋谷地，哎，不过我们先看谁转场。说一下，我开一下，我没看懂。现在他打了一波，就是我看到他蜘蛛在拼命点小凯的鬼面。
但好像不是说那个兽族打了鬼灭兰打死 UD 蜘蛛不是很多的情况下，这个鬼灭也很难死。而且我刚才注意，当小凯的小强只能戳起一个单位的时候，他是把地取戳起来，那样子会不会说他没办法改变目标，或者说普世之球的效果出不来，会有帮助？超兵也可以，其实我觉得这里刚才没看懂，不过看视频的各位观众可以拉回去，然后就可以看了。所以，比赛没看到不要紧，去土豆那里了。就我和乔林的土豆播客有很多魔术的视频可以看。我现在只能每天更新一个，因为有点难，忙不过来。我们看一下那个冰龙的飞出来没有？他做了这个埋骨地，但是一直没有出冰龙，因为太拖节奏了。现在是像刚才那样五神口的时候飞两个鬼灭，然后把剩下两辆车拉得比较慢飞出来，要不要死？两个鬼灭，这里两个蜘蛛是往下来了，然后我们要做一件很痛苦的事情，就是看一下鬼灭是谁的。老板剩 DK 走位不好，这一次 TP， 那这两个点就没了，因为他们的点呢是这样子练过去，就是这两个出生点这样子练过去，然后就是看这两个这个点这个点。那些小凯在这个龟这里打赢了五百正之后呢，他就可以过了两个点，而且他还赢了一张 TP， 这个其实是前期已经没了。所以我们数一下总经验值，这里小凯如果让一让经验 DK 有可能到五，旁边的话有一个3322，那如果正确是抓紧时间清完这个地图的其他小点。他现在的力取可以到四级，不过其他英雄再升级就没有希望。然后我们看这边呢， DK 可以到五，等一下他的 C 呢会很饱，让这个小强和鬼灭就很满足。区别就在这里，一个五级 DK， 一个四级 DK。猎取其实说实话，我觉得五级猎取比五级死级要强很多，就一个是升防嘛，一个是升攻嘛。DK 高级的也就升了一攻嘛，猎取高了也就升了一，如果 DK 高级的就升多一防嘛，然后这里猎取高级就升多一攻嘛，所以通常都是攻比较受欢迎的。然后，冰龙，还有这个这边不管用的女妖，女妖对冰龙，啊。女妖大战冰龙，这边一攻，然后我非常期待这一波防守战会打得怎么样。这个人口你是不是要变一下比较对得起你的建筑学呢？因为你又是晚暴兵了，而且这个骷髅啊，刚才看到小凯已经回来了，地图已经没点了，被他们全部练满了。这个时候他又先爆人口，他不过来就有鬼了。不管真的想要留多一点钱出兵，好，出魔了，算了。不得不说小凯对这个鬼灭的掌控是很好。哇，我以为他会插空啊，而最后是插了一群，逼着五百正没有办法继续拉阵型。然后鬼灭是先点掉了两个女妖，冰龙也飞出来就刷着存在感，然后又是一堆空军挡住屏幕，看得我好辛苦。而五百正的 DK 是挡在最前了，被击破了一轮就立刻 TP 调整阵型。小凯兄这个英雄啊不怕死，血量一直都很健康。反观五百正的 DK 有反不反正不没有，哇，这个冰龙口喷过去要立取一个 N挡不住啊。而对面有小无敌，虽然自己也有，但是那个奶妈已经不在了。然后小强顶了个无敌，就偷偷的说一下，其实我很有功劳，不要忘记了。这黑暗游侠好像真的，这小强打游侠好像本族的英雄要厉害一点。他这个因为这样子打来打去，那么多鬼灭在天上飞，那个沉默龙区
小强的状态也是不能吃，而是搁在落后两盘。GG， 我们看一下第四盘的地图，我们下一盘再见。